Nancy 小宝贝儿，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现在站在这里，而你是我的新娘，这么美丽动人，又温柔可爱。我知道神的安排是最好的，但是这也太好了吧！真的，我非常感谢神把你这样一位温柔体贴又漂亮的女朋友，然后现在变成了我的新娘，安排在我的身边，和你在一起的过去的两年，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两年。我非常期待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两年，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兴奋和期待。我知道我们结婚之后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，但是呢，我教你一个很有文化的一个成语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就像我们俩一起努力去筹备这个婚礼一样，我们也会一起努力的经营我们的婚姻，一起去努力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。当然我更期待的是我们一起去经历人生中的美好和幸福。 Nancy， 这个戒指表明我对你所有的誓约和承诺，我愿意 完全委身于我们的婚约，与你成为一体直到永远，奉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彬彬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真正的说话是在2020年1月25日，在爬山的路上，你问我知不知道你的中文名字，我说我不知道，然后你告诉我了，王彬彬，然后我说哈哈哈 that's a funny name。 从那天开始我们的故事开始了。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，你教我骑车，教我滑雪，教我开车，带我打游戏，分享一切你感兴趣的事。虽然我们没有去过很多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爬过很多山。有一次在 Harling Peak， 因为我非常害怕，我不敢下山，你紧紧地牵着我的手往下走，我心想这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吧。今天我也不敢相信我们站在这里边，我没有那么多的海誓山盟，我只想说我们以后要一起去很多的地方，去海拉尔大陆，去爬最高的山海不拉山，去吃海拉五米，一起创造我们的塞尔达的记忆。 Frank， 这个戒指表示我对你的所有的誓约与承诺，我愿意完全委身于我们的婚约，与你成为一体直到永远，奉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名，阿门。我以教会受有的权柄，并根据本省法律的授权，在这里郑重的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已经结成夫妻。不，我想请你们记住，这婚姻是神配合的，是人不可以分开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王彬彬弟兄，你现在可以亲吻新娘了。三。